还有你，胡一菲。我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电视台签那些乱七八糟、丧权辱国的条约吗？就是因为我想尽快脱身，然后飞奔回来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嗯，这首歌我听过。可你的未来谁呢？啊，本科毕业读硕士，硕士毕业读博士，博士毕业做手模。你想当模特界的一朵奇葩吗？我宁愿去读圣斗士，也不想在这里闲得胃疼。那你想怎样？我最近学会了一个游戏，叫对牛弹硬币。我们现在开始。如果是正面的话，你就把那份手模的合同给撕了。如果是反面，你依然还是把那份手模的合同给撕了。我现在就开始。靠！Zabadoo down down down, zabababa, doo down down down, zabababoo, doo down down down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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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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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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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doo down down down, zabababa, doo down. 我也不知道那天喝了多少，不过效果不错，酒壮人胆。我决定跟台里领导表示，是我的东西，一定要拿回来。喂 ，Lisa， 你再帮我跟领导求求情嘛？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嘛。晚了？不晚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过来找你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，Lisa。你好。王宝强，我的天！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你欺骗我，我怎么冷静啊？我还忘了跟您说，俺在少林寺练过。你赢了，你全家都赢了。现在，节目是你的，钱也是你的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还要怎么样？我请你来帮个忙。找我帮忙？啊，曾老师，俺实在没有办法了，电视台给俺安排的节目太彪了，乡亲们都不愿意看。你也撂挑子不干，委屈了？没有，我才没那么彪嘞。领导同意让我来做你那档节目，我是来请求你同意了。你说？幸运弹弹弹啊！俺可羡慕你了，你那个节目多有意思，俺乡亲们都很愿意看。你放心，要是你答应我，我可以满足你个愿望。千多个盆子，吃什么不行？我能再来四十串吗？放开去，我买的。你真好。你吃完了，我带你去看电影，恐怖片《贞子大爷》3D 版。真的假的？Hello， 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不小心把手给烫伤了，你说这算不算不可抗力啊？那还有尼泊尔海啸、利比亚地震，哎，最近冰岛火山又喷发了，你知道吗？
不能叫曾老师了，现在要叫曾老板了。哎呦，客气客气，这些都是宝强的功劳，他以我的名义盘下了这家店，他才是大老板，我只是小股东而已。听说他把楼下洗脚城也买了，是。哎，乔，你活过来了？那当然，我已经确定过了，你莫离开纯粹是工作原因，跟李查德没有关系。那你呢？ 一菲，请教他胡老师。是啊，那天我去广州公司解约，发现我们学校居然有小女生在那边做腿模，我就把她狠狠地说教了一顿。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更适合做老师，所以一菲已经打算成为正式的大学老师，和之前的思政辅导员不一样哦。没错，我打算两年之内做副教授，三年之内做正教授，五年之内做正斗士。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呀！啊！离开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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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离
的爆炸，很有品味。不过拜托你们先看一眼再发表意见好不好？不过快看，有妖怪。什么情况？是不是很像？简直和子乔一毛一样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连亲姨妈都分不出来，很稀奇吗？那货肯定就是子乔，肯定又在搞什么泡妞的新花样，看我去把他打回原形。就这么的，万一不是子乔怎么办？他可是个盲人呢。大学教师调戏残障人士，你会红啊？你们光看能有结论吗？我有办法，打电话给他。Hello， 吕小不在此，有何贵干？子乔，我是小姨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洗澡啊，还能干嘛？冲浪吗？你不在酒吧吗？你说呢？如果你帮我组织美女做观众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去那儿洗。咯吱咯吱的是什么声音啊？沐浴露啊，要不要听听它划过我肌肤的声音？你洗澡怎么接电话呀？菲尔普斯专用山寨防水器，还能视频呢。等着我切画面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拜拜。他在洗澡。这么说。你猜我们刚才看到了什么？太不可思议了，真的。不会真有人在酒吧里洗澡吧？我们看到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大胡子，拄着拐棍，就坐在酒吧。我看上去是大众脸吗？我们还拍了胶片，贼老实。你看，如假包换，假一赔十。不行，对不起。这样，你看，是不是超像？超像。妈呀，还真是哎！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不是巧。难道是？不，不可能！不可能什么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跟我说过一件事情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。我啷个都不晓得嘞！别说你了，连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哥哥。我妈告诉我，出生的时候他得了严重的眼病，家里穷没钱看。走投无路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妈疏忽把我哥哥不小心丢在了火车站。我原以为这只是个传说，可没想到这居然……天哪！你还不去看看，说不定还没走远呢。我妈告诉过我，她这种眼病不仅会失明，甚至整个眼球都会脱落。总是很吓人，我害怕看到他摘下墨镜，我会接受不了。可他毕竟是你哥哥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好吧，谢谢了。子乔，你又没瞎，戴什么墨镜啊？对啊，我戴他干嘛？
们东西，笑死我了。我早就说那货就是子乔。戴上胡子是不是很犀利啊？你不是在洗澡吗？你只需要打开手机的语音回复功能。Hello， 吕小不在此，有何贵干？我在洗澡啊，还能干嘛？冲浪吗？山寨机就是牛。吕子乔，你居然敢挑衅我们，我给你捅归一句，哥哥。吕子乔，哎呀，哥哥你别追了，小心又上他的当了。哼，太幼稚。那你还跳那么高？呀！我说你们都什么眼神啊？看了半个小时，居然没看出来胶水会反光？刚才没有，放大给你看嘛。愚蠢就是愚蠢，别解释了。李飞，你看。看什么看？你找到他掉到地上眼球了？不是地上，是身后。你看这是谁？这是哪家？看，在那，陈美嫁。哟，小东西长得真别致。你有事吗？刚才你肩膀上有个红蜻蜓。现在没了。这么小心，你还是把你破手机给扔了吧。摄像头比洋葱头都破。吕子乔你拍成犀利哥，胡渣男你拍成陈美嘉，我真想一口盐汽水，一口盐汽水喷死你。这也太过分了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，怎么可以这样吗？我刚才离开一会儿，那个位置被人占了。看错了，那个粉色衣服的女孩和你长得太像了。谁做的？美嘉，你不留胡渣漂亮多了。前几天我去公寓找过你们，结果你们都不在。然后我就去楼下酒吧了，没想到那里居然变成洗脚城了。早就改了。所以你就找到这儿来了？所以我就去洗了个脚，还办了一张年卡。哎，你们也可以用啊。美嘉，我们大家好不容易重逢，你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跟我们说吗？哦，洗脚城的老师傅推油特别给力。我年，好吧，你们是不是想问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们以为你跟子乔闹别扭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对啊，我们找子乔谈过，可他也不愿意多说，我们也就没多问。子乔，如果你不提的话，我都快忘了。张子乔，他姓吕。哦，是吗？什么时候改的名啊？其实也不是因为谁了，我只是想通了一件事情。还记得展博跟婉瑜表白那天吗？那个情人节，我们大家都在。不不，我们能进来吗？等着我们急死了。你们已经进来了。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妈的，我太感动了！如来神掌。当时你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表面当然看不出来了，可是那么温馨浪漫的场面，每个人心里都有点小触动的嘛。回想一下，当时你们心里都在想什么？一不做二不休，问他求婚登记，然后把事情给办了，我们家族就振兴了。陈博，你不行，姐替你。刚才叶飞到底是真睡着还是假睡着？如果是真睡着，他说的是心里话还是梦话？如果是梦话，他是在对我说吗？要不趁乱跟他表白得了？谁让我那么有种呢？问题在于，表白只是有种的初级阶段，高级阶段是等你跟我表白。大家怎么都在啊？哎呀，羞死了，羞死了！靠，这样就把公寓的一姐搞定了，这全都得归功于我呀！展博，我欠你的钱就不还喽。怎么这么快就冲进来了？按表白的常规流程，我后面对婉瑜还有动作呢。
我到底是送他个红蜘蛛还是魏征天呢？我就是个背景，这一集我是次要人物。快点报完，我等着吃饭呢。我要吃炸酱面，哦，加三个卤蛋。这么一说，当时大家都很有感触啊。那你在想什么？他们终于在一起了，可是婉瑜有展伯腾，一菲有沈公子追，谁喜欢我呢？就剩这两个货了。关谷，他就是个木头。子乔，不行，我要别人喜欢，我要别人送我花，我也要幸福。我快哭出来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别人看到。如来神掌啊！我想，或许我的幸福并不在这儿，所以我就决定去台北散散心。台北？你去那儿干嘛？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那儿，本来想安顿好就告诉你们的，结果一忙就给忘了。你有那么忙吗？当然了，我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店。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技能啊！哎呀，我也没有想到。不过既然从头开始嘛，就要全力以赴啊。开始我也是帮别人打工，不过后来台湾老板对我特别好，也特别照顾我。我的天哪，美嘉，这是你的杰作！我开这家店以来，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不可思议的业绩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不用再培训了，你可以的。就这样，我就晋升做了店长。我都在说我了，大家过得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，尤其是关谷，他都有女朋友了。美嘉，我知道你对关谷他，你别难过啊。我为什么要难过？哎呀，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。再说了，人家现在又不是没有人追。真的吗？台湾人，土著人。撒婚推猪吊，嘿嘿，七婚靠八表，嘿嘿，那叫原住民，你这里空腿呀，可以加赛。哎呀，不是啦，他是马来西亚华裔，我们是在飞机上认识的，不过现在还只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还笑得那么开心，人家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，他非要跟着来。说不放心我哟，甜蜜死了。他人呢？哎，iPad 说马上就到了，就在门口。iPad 对啊，他是满族后裔，是爱新觉罗的爱，气派的派，道德的德。我猜他一定很喜欢苹果。哎，iPad 在这儿。你们好，我是 iPad。我凌乱了。子乔，子乔，子乔，你给我出来！子乔，怎么了？他不在，你没事吧？美嘉，美嘉回来了，就在酒吧。红豆，之前就一直听关谷说，今天终于可以见到活的，还不快走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，因为他还带了一个男朋友。不带男朋友。难道带女朋友？哼，一个人耍我们不够，还联合美嘉一起啊！啊！我什么我？不用解释了，这回你说的话，我连个标点符号都不会信的。他们在说什么？哟，还学关谷的口音吗？你不是马来人吗？你怎么不说马来语啊？哦，你们懂马来语，太好了！拉古德拉哈马美嘉。亚斯米拉达哈乌巴鲁哈巴鲁古，我的亲妈孔巴拉给我们献歌，哎，十分牛啊，真爆了，斯密达！你能瞎说吗？谁都听不懂。于子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他真的不是子乔。阿柏德，把你护照拿出来给他们看。好，拿着。阿柏德是画家，他来这办画展的。你看护照，你看画册，上面有介绍的。我也凌乱了，我需要支援。好久不见，美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唐悠悠。嗨，吕子乔，你这个头发是怎么弄的？我母亲帮我弄的，她是爪哇族的。啊，爪哇族的妇女都很擅长生双胞胎啊，我们正好认识你的弟弟。
怀疑这个美嘉也是谁假扮的。哎呀，你们不要闹了，她真的不是子乔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打电话。Hello， 吕小不在此，有何贵干？子乔，你又在洗澡？是啊，还能干嘛？冲浪吗？去死吧你！又是电话录音。喂，喂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吕子乔，你已经全崩了，赶紧把你的假头发和假胡子全部拿下来，否则我们就亲自动手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个毛发好像是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是不信，除非……哇，就好像照了一面超没品位的镜子。美嘉，我要走了，你的朋友们好像不太喜欢我。阿百德，阿百德，哎，哎呀，阿百德，吕子乔，都是你。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我看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必然。为什么？你看那个艾派德，简直就是关谷和子乔的合体嘛。难道说美嘉把他们俩克隆了？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个艾派德有着子乔的硬件，却有着关谷的软件。是啊，一张桃花泛滥的脸，加上悲催的中文发音，而且也是个画家。这样子也可以啊。难道说现在已经有这样的高科技，可以按照人的需求来定制男朋友？我也要定制。我是说女朋友。白痴，当然不是了。不过这已经充分证明，一直以来美嘉都没有忘掉这两个人。你想想看，她为什么不选择别人，而是把艾派德带回来？因为 iPhone 卖完了。因为他身上有美嘉中意的气质。那我们谈到子乔和关谷，他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这就是美嘉呀，一个劲儿的猛装，还装不像。这个艾派德根本就是个替代品。我看美嘉呀，只不过是在自我催眠罢了。能克隆出这么彪悍的 A 货，催眠一下也值了。如果把胡一菲和苍井老师定制在一块儿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哎，都能定制了，干嘛要用胡一菲呢？林志玲。妈，口水又流下来了。不，我是说那个美嘉，如果真的在意子乔的话，那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？还要找个替代品呢？说明核心气质不在子乔，美嘉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关谷这样的男人，艺术家，外国人，四眼仔。哎，那家伙基本就是子乔拷贝粘贴出来的，只不过稍微有点跑偏了。长相不是关键，如果他遇到一个长得像关谷一样的男人，一样会疯掉的。他一定更喜欢关谷。子乔多一点了，我是专业的。哎，我是女人。哎。哦呦，是吗？没看出来，来来个体检报告我看看。是不是骨头又痒了？等着我给你做手术啊！敢赌吗？哎，重大和政治问题的探索研究讲究以理服人，你严肃点好不好？你把手放。300块。成交。走着瞧。哎呀，我忘了。干嘛？那悠悠怎么办？如果美嘉心里喜欢的是关谷，她和悠悠岂不是成了情敌？理论上没错。那公寓里就混乱了，这是恶俗的三角恋啊！原配变小三。为所有爱执着。美嘉决定在公寓暂住几天，于是我们就在一起把《围村诱惑》完整的看了一遍。一菲很担心类似的狗血事件会再次发生，然后《爱情公寓》就变成韩剧了。可是，美嘉，我们开始吧。哦，等等，你们要干嘛？一点小事情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你有刀吗？200足够。刀？什么刀？看来一
悠悠也看出美嘉心里的想法了。里面怎么没动静啊？你想听到什么动静？互掐还是厮杀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动手吧！三、二、一。他们应该是情敌吗？你见过有帮情敌脱毛的吗？弗洛伊德曾经说过，永远不要低估女人这种动物。有时候他们建立友谊只需要短短的一句话。咦，你的包包真好看。真的吗？打六折买的。这种浅显的道理，胡一菲这种生物是不会明白的。 What a day this has been, What a rare mood I'm in, Why it's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. There's a smile on my face for the whole human race. Why it's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. There's a music of life singing.Like a bell that is ringing for me, and from the way that I feel when that bell starts to peal, I would swear I was falling, swear I was falling. Why it's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.怎么了？啊，你女朋友和美嘉去买东西，给所有人都买了礼物，就她没有。我呸！谁在乎这个？我是说美嘉，当初她不打一声招呼就走，现在又不打一声招呼就回来，什么意思？说明她想我们了呗。得了吧，她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在认识个什么埃派德的时候回来嘚瑟？我知道她想干什么，她是想 challenge，challenge 可以去的吗 ？challenge 挑战，她想赢得这次重逢挑战。为什么你每次把我明白的两个单词组合在一起，我就听不明白了？你第一天认识他吗？这个家伙一生中发明了无数的挑战，什么单身夜挑战了，师奶杀手挑战了，不再年轻挑战了。不过这个重逢挑战，我也没有听说过。你们就没有这种经历吗？两个死对头分开很久，然后突然再次重逢，不自然地流露出自己过得有多好，挑战对手。直到对方承认你过得比我好，这不是比赛，这才是比赛。你还是接受一下男人之间的挑战吧。他现在就是找了个男人来挑战我，而且美嘉明白，没有人可以赢我，所以他找了另外一个我，妄图战胜我。我怎么越听越晕了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美嘉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而且也有人追了，所以当初离开爱情公寓是正确的选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埃佩德真的不错啊，他综合了你和关谷所有的特点，你危险。哼。他最大缺陷就是有了关谷的特点，这也是我的优势所在。那你，那你还有什么不爽的？我没有不爽啊。对呀，我完胜了。哦，是吗？我觉得就一点你就比不过他。哪儿？他比你长。中文你不是应该用高吗？你们，我告诉你，其他事情你都可以狡辩，但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否认，是我遗传给他的。我恨你们！干什么？别说！说说你和关谷吧，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这几天你已经是第六次问这个问题了。哎呀，浪漫的故事人家想多听几遍嘛，我真的是太羡慕你。谁呢？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说单纯的嫉妒啊，不，我是说羡慕。你看我离开了这么久，大家都发生了好多变化。关谷真是太幸运了。你也不错呀，埃派德比我那个大外甥强多了。不过我想问个问题，你跟他在一起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你说他太像了。
之前我有点不习惯，不过后来慢慢我发现，艾派德就是艾派德，他既有子乔的浪漫和幽默，又有关谷的耿直和踏实，他简直就是一个完美情人。他有没有缺点啊？缺点？这我倒没注意。如果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有关谷和子乔的特质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万一他有关谷和子乔的缺点，岂不是会很麻烦？可是我都离开这么久了，他们有什么缺点我早就忘了。我来给你复习一下啊，先从子乔说起吧。第一，小心眼儿。看看那家伙毫无品味的发型，还有多此一举的眼镜，我都替他羞愧。可他还是比你高。哪尼？三年前你比我高？不是他们，都是三年前的那场车祸。要不是我为了救一个过马路的小妹妹，飞身救险，我的腿不会截肢的。其实我的腿跟你有同样的遭遇。是啊，那关谷呢？他的缺点就更多了。第一，牛角尖。你和 iPad 不就比我高4公分吗？很了不起吗？听清楚。不是高4公分，是高4.65公分。四舍五入一下就是4.7公分，再入一下就是5公分，再入就是10公分。第二，暴力狂。子乔，一决定胜负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承认我都是缺点。如果他输了呢？那就让他切腹自尽。切腹自尽，切腹自尽，我分分钟切腹给你看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要切腹的。我怎么知道他切谁的腹？万一艾派德有他们的缺点。小心眼，加大花精，加牛角尖，加暴力狂，那简直就是个完美情人，精神病的人。人们往往用逃避来解决问题，可我们必须承认，每个硬币都有它的另一面。究竟是完美情人，还是精神病人？所有的答案，都只是时间问题。喂，阿派德，你什么时候到呀？都等了你很久了，美嘉，我今天不能来见你了，我碰到点小麻烦。你画展有麻烦的话，你早跟我说嘛。不，你听我说，我的画展被两个坑爹的恐怖分子袭击了，他们毁了我最喜欢的作品，还抢走了我的鞋子。现在警察都来了，他们不相信我的话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一定听上去像个疯子。但是你会相信我的话，是吗？抢走了你的鞋子，这双鞋子对我非常重要。如果让我逮到那两个印度人，我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。他的确是个神经病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可是没可能啊！子乔就经常编一些奇怪的故事来骗取女孩子的好奇和同情，这些你不会陌生吧？可他不会像 iPad 一样，也许打23个电话告诉我，一定要相信他。这是关谷的特点。说得好听点叫执着，难听点就是防漏孔。我猜他遇到什么困难了吧，不然不会这么歇斯底里的。说不定画展就是被他自己弄糟的。关谷有些时候看自己的作品不顺眼，也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。那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你自己都说是万一了，那剩下的9999%呢？可是我都答应安排他去陪他画展的下一站了，我后天就要去吉隆坡了。美嘉，我担心这个 iPad 没你想象的那么成熟，你要当心啊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以前住过的公寓，挺不错的嘛。嗯，你的朋友呢？他们应该出去了吧。哦，阿派德，对不起，之前那件事情我们不要再计较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会原谅你的。啊，不，我是说我原谅你了。我又没有撒谎，不需要你的原谅。你真的很不正常。难道悠悠说的是对的？为什么你突然对我有了那么多的偏见？因为你钻牛角尖了。我只知道厨房键和厕所键，纽交键是哪一键？你听我好好解释一下，行吗？好吧，我听你解释。那天我在画廊里真的是遇到了坑爹的恐怖分子，他们偷走了我的血。大话精，
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？暴力狂！对不起，我要冷静一下。扭蕉键在哪里？你已经在里面了。我都晕了，我是说厕所键。美嘉，有干毛巾吗？你自己找找吧。啊！恐怖分子，那两个恐怖分子就在浴缸里。行了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我要报警，我要报警。你应该打120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完全不相信我了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把毛巾留下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埃派德的确不太正常？故事的真相要从三天前说起。不过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和他一样的不正常。刚果，我终于找到原因了。因为他有我的优点，所以你根本就赢不了埃派德。我是说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比我高了，因为他的鞋子。你那天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穿着汗血宝马？笨蛋，是汗马宝靴。淘宝网上教主专用的迷底内增高，要是光脚比，我不会输给他。也就2公分，你差我10公分呢。你不亲眼比比怎么知道？怎么比？他不是在开画展吗？我们去找他，你陪我去。我才没那么无聊。哦，是吗？人家可是开画展的画家，我就算输给他也算服了。至少某人没有这种特质。你说的是我吗？开画展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不能体现一个画家的水平。很多在画展上展出的那些都是忽悠，那不是艺术品。你不亲眼比比，怎么知道人家的艺术造诣是不是在你之上呢？你要是不去就算了，反正这种酸酸的感觉我能体会。去就去。不过他见过我们，而且上次我对他不太友好，就这样去感觉怪怪的。我当然有办法。我们非要穿成这样吗？比之前更奇怪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国际艺术品买家，来看画展很正常。啊，こんにちは。哎，こんにちは。我们是印度人。啊，カラスブラハシャシャ。差不多了，行动。喂，你什么情况？我们此行是来比身高的。昨晚我特别早睡了3个小时，早上惊奇的发现，我居然又长高了。你是把被子横过来盖了吧？鞋垫拿去了。杂志上见过的，意大利塔兰托漫画界的金奖作品，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啊。画的不咋地嘛，你看头都不圆。这叫艺术。我没想到这个垃圾画展上居然能看到他的真品，我要找作者签名。哎，看到署名了吗？埃派德，这就是他的作品。纳尼？你不是还说画展上都是忽悠的作品吗？幸好我叫你来了。现在你知道谁比较有艺术造诣了？那也是埃派德，不是你啊！原来他是这幅漫画的原作者，我还抓过偶像的头发。都怪你自强，你要我以后怎么面对他？他对我的好印象全毁了。阿雷，现在。你们是真的不能再见面。喂喂 ，How's everything？ 俩
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们是国际艺术品收藏家，慕名而来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巴基斯坦。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地方，神灯就是我们发现的。你的朋友怎么了？啊，他是近视眼，所以近一点才看得清。我在用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在感受这幅画。先生，要不你先让一下，我可以给你讲解一下整幅画的构图和含义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如果你真的要讲，能不能先把鞋子脱了？为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在我们印度，对于艺术品有着非常崇高的敬意，而鞋子是肮脏的。为了表示尊敬，我提议我们在欣赏之前一起把鞋子脱了吧。什么？穿着跟脱了没差，太逆天了！一定是你袜子有问题，连袜子也要脱了。哼，你发疯了吗？别纠结了，人家没有店内增高。看你手上那么厚的底，怎么可能？慢着，你穿几码的鞋？37码。你对我的鞋子很感兴趣吗？不是，1米87的男人，居然长着37码的脚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赢了，我赢了！赶快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！我们先考虑如何脱身，这些问题比较重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师，我们想拍张照片。好吧，怎么拍？你就站在这幅画面前。我们想拍一张作者和作品的合照，回去登在《印度日报》上，可以呀、啊。不要回头，闭上眼睛，做出很享受的表情。不要回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照相机闪光灯有点慢。别睁眼，保持状态，保持状态。